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本期呢，咱们继续《星露谷物语》的第二季啊。那一觉醒来呢，咱们的房子啊，升级成功了。这边有变化啊，这边大了很多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个厨房，哎，这个破凳子给我道挡住了啊，放这儿吧。好，这里多出一个冰箱啊，这样咱们可以做料理了。可以做料理的话呢，就会多做几个去钓鱼吧。咱们要做一个。做两个料理捐掉啊，这东西要挪地方啊，东西要挪地方。先看一眼电视啊，天气预报，多云。哎，我要占卜一下啊，这又要给我捣乱啊，这什么鬼啊？那还不能去砸。好吧，咱们出门看看啊，今天有什么活呢？看看，哎，先收一下牧场吧。哎呦，拿着水壶啊，有一块需要我浇水的。这个台灯摆到卧室去吧，这回卧室的地方大一点了啊，而且呢，这回是可以这个结婚了。20000块钱啊，这样我考虑，扩建咱们的啊，这熟了，甜菜熟了啊，甜菜熟了，要往镇长家摆10个啊，镇长的冰箱里。这些把它出货掉啊！啊，这要不要补种？不补种了啊，不补种了，23号了，怕来不及啊。咱们就不补种东西了，啊，今年的地呢也就这样了。玉米估计还会再收一次吧，啊，可能会再收一次。我这个南瓜要给谁来着啊？这儿呢，卡洛琳。卡洛琳在哪里？哦，皮夹店的老板娘。这边还没熟啊，好慢。不管他。哎呦，这甜菜不行啊。这种出个什么鬼啊？不够10个，不够10个啊！啊，这个任务好像做不完了。没关系啊，咱们有温室啊，随时还可以去买种子。先去试试吧啊，先去试试。啊，种出3种星的、3种品质的啊！就这么10几个，种出3种品质的，也是醉了。找绿藻，艾米丽啊，45G，太抠了。啊，你老婆呢？哇，让进啊，让进。卡洛琳，应该是卡洛琳吧？啊，卡洛琳要个南瓜。500G，可以，500G可以啊，我走了。卡洛琳的头发是绿的啊，然后呢，啊，皮埃尔的头发呢是黄的，结果生个女儿呢，头发是蓝的啊。整个镇子只有一个人的头发是蓝的，就是那个巫师，所以这很神奇是吧？我是不是要买个大米啊？有厨房了，大米、油、醋、大麦粉、糖。再买俩草籽儿，行了，走人。啊，去镇长家碰碰运气吧，只能说。本来以为种甜菜是为了完成任务的，结果完成个一塌糊涂啊！早上好。
给杀只巨龙最后一餐。这次的指示更隐晦啊。哦，咱们今天还有什么事啊？看看，啊，回家做菜啊。我是不是要拿个钓竿做一个那个？我看看什么菜啊？这儿呢，啊，生鱼寿司，生鱼寿司，看看能不能再做个煎鸡蛋啊？啊，先去那谁家吧。哇，这事情又好多啊，感觉。先去罗宾那里啊，问问他，我想升级一下我的。哎呀，这不罗宾吗？你今天不营业吗？算了，他不营业，那咱们回家一趟吧啊。先去看看那个生鱼寿司啊，煎鸡蛋有没有戏？你的小鸡儿还没长大呀、啊。不营业，不在家。我一共出货28万了啊，结果现在剩2块钱。好，甜菜，留一个啊，甜菜，送潘妮去。啊，那想做生鱼，我看看，首先得钓一个鱼是吧？生鱼寿司，看看怎么做啊。大米、海草和鱼，海草啊，任意。哦，那我去那个海边钓个鱼啊，海边钓。照顾一下我的小动物们。哎呦，给我下蛋了，这个很棒啊！啊，牛怎么不出来啊？牛嘞？蛋蛋挤奶那个没有，下蛋了，可以做煎鸡蛋了啊！做煎鸡蛋，然后做鱼，需要海草哈，把海边走起啊！现在可以做马棚了，罗宾回没回去啊？我这一家三口啊都跑了，家里没有人。你们可以啊，你们真可以。你需要一个海草。这萝卜拔不了啊，人家园子里的。下水道。然后应该能开了吧，好像需要捐赠60样东西啊，你现在不够吗？不够60啊。哎，又6200书，最近跑的总是书啊，跑不出古董。去那边看看啊，捡东西，钓鱼。罗宾太没正事了啊，不做生意嘛，到处跑。我看看啊，你看不在家，跑哪去了？行了，懒得理他啊，我先去钓海草和鱼。我要海草啊，海草啊。不使劲抛竿啊，不用力抛竿，不想钓鱼这回。上钩了，不想要鱼啊。好，就扔这么远啊。
这怎么弄啊？不说精灵会给我捣乱吗？这还钓上了一个大海参。怎么又上钩了？宝箱，宝箱啊！宝箱那空的时间太长了啊！宝箱里会不会放海草？不会啊，不会。这几条鱼真的懒得钓啊！快给我来个海草吧！当你想要海草的时候就没有了啊，就都是这些鱼。罗宾回没回家？没有啊，今天估计做不成了啊。109个啊，对，把饵拿出来试试啊，不用钓饵，不用钓饵照样钓鱼啊，沉底了。来吧，来个海草啊，来个海草。哇，这杆时间好长。 Nice， 走了，回家，回家做菜去啊。一个煎鸡蛋，一个生鱼寿司，顺道去一趟潘妮那儿啊，这个给他。看看他在哪儿啊？哎，在上边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还在往上走？哎，啊，这儿呢。哦，八星。啊，要有事件了啊！要有事件发生了。要找绿藻，绿藻就是在湖里啊、河流里、小溪里钓的那种草啊。45G 也懒得给它找。今天把这两个菜做了，这样这个鸡应该说完成它的使命了吧？我可以卖掉它了。哦，差点卖了啊，差点手欠。哎呦，我要个鱼啊，这钓一条吧，鱼任意都可以啊，钓一条鱼。我这不加饵了吗？这想要鱼的时候开给我上藻类了啊。终于来了一条啊！艾米丽那个任务看看啊，我去看看吧，因为毕竟有了，看看他是要求是不是要求今天必须的啊？如果要求今天呢，一般都是要求当天，算了，出货吧。好，留了条鱼啊，咱们就做生鱼寿司。在这做啊，哎，煎鸡蛋，好，
完成了啊，走人。啊，又好了两样东西。那明天再去罗宾那儿吧，他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跑出来了，可能是放假。好的，就差个松露啊，就差个松露，走人。回家了，哎，别回家，把这破锤子卖掉啊，能卖100块钱可能，在身上也占地方。哎呦，我10点钟之前要赶到啊。哎，又跑出本书。最近总是刨出书啊。我其实是想要古董。好的，冒险公会。啊，100块钱。啊，今天出货的庄稼能值点钱。公交站。啊，这要是以前啊，剩这个1个多小时啊，咱们就在这钓鱼了。啊，今天就不钓了啊。以后呢，感觉啊也不差这点儿。毕竟咱们也没玩那种极限的爆钱的玩法啊。好的，把食物都放到冰箱里啊。这巧克力蛋糕看起来像那什么啊？啊，这个箱子其实可以撤了。可以撤了，这个，或者放起来摆点其他东西。啊，10点20了，睡觉。啊，出货了6000多块钱。像潘尼巴西应该有剧情了吧？我觉得。早上起来，收一下这个。哎呀，我是不是放错东西了啊？这，说太快了，损失钻石了。无所谓啊，以后钻石有的是啊。看看是不是潘妮的信。啊，需要这个花啊，那好吧。那花多少钱啊？一会儿去看看啊。哇，这边玉米熟了一片。今天罗宾能在家了吧？别到处乱跑了，我要升级东西啊。小傻狗，看看这里有水果，这水果真是坑透了啊！美洲大树莓，巨坑无比。哇，这个还没好啊！我说你们得抓紧点熟了啊，这都24号了。哦，还掉水里一个，刨出来2个啊，掉水里一个。
拿着点我的木头、石头，升级牧场建筑。这都抓到什么了？啊，两个垃圾，一个这蟹龙啊！哎，不给力啊！行了啊，能放这里一个。8:30，哎，拿着硬木啊，哎，不要，我先升级它呢，先升级它啊，看看，就差个大牛奶，工匠这边呢，奶酪、松露油、布料，我得赶紧升级，好能养猪啊。养猪就能拱出松露了，松露呢就可以做松露油了。先升级这个吧啊，先升级这个。罗宾，你可给我在家啊？嘿，木棚，动建造，拆除。怎么升级啊？你这个有点忘了啊。磨坊、小屋、马、大鸡舍。哦，这儿呢，解锁山羊。好，升级它啊。哦，不行了，不行了啊，不行了。他一次只能升级一个东西，无限制的提供家具，20万。买个窗户啊，回家安上。啊，这边升级完成。回家一趟啊，解锁的是山羊，我想解锁猪啊，想解锁猪啊，让它拱那个松露，里边还需要两样东西，就算关闭。这你写信让我来的，结果你关门。解锁山羊也可以啊，也可以。搞出点火把。用完的东西收起来啊，窗户。哦，这样亮一点。它这个窗户太丑了。我要做这个啊，不做那什么，石英。哎，心情不错，那我去砸那什么烤煎饼。明天多云，我去砸晶石。没几个吧？没几个也得砸呀，看一下啊，两个一定了，只有这两个万象晶石，那咱们也去砸。今天好不容易运气不错啊，平时脸都黑啊。
做那个生鱼寿司啊，需要不少材料。我需要材料少，可以总做啊。城镇。哦，博物馆需要60样东西解锁下水道，我不够60？对此我表示怀疑啊。幽灵水晶。啊，去捐一下啊。我数数去，我自己数一数啊。2本书，传说之鱼。哇，这书这么多啊，原来我收集了啊。矿井有多深？这个呢，家庭食谱，稻草人，果实的秘密啊，我已经吃了2个还是3个了啊。酿酒，神秘的矮人啊，对了，我突然想起有一件事我需要去做啊，结婚手册。看看60样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啊，8、9、10、15、20、25、34、39、44，这肯定够了啊，47、55，啊，55啊，没算这个吧，够60了，我觉得。什么情况啊？这是。啊，去，我们看公交站矿井，公交站，去搞点采集物吧。看一下我的菜谱啊，看一下我的菜谱。啊，这个鱼，我操，哇，这限定鱼啊。这个呢，煎蛋卷儿，蛋和奶，这个只需要蛋，蔬菜什锦饭，我那个不知道哪天能完成啊。哪天能搞完？看看啊，罗宾来没来修啊？他好像说明天来。又是牛奶，不是大壶的啊，不是大壶的，普通壶的。这边你赶紧给我成熟吧，这边。啊，差一个大壶牛奶。这边啊，山羊奶酪，奶酪布料。马上解锁山羊，哎，事件。哦，潘妮的，啊，这应该是6星事件啊。今天你能当我们的客座解说员呢，我很乐意。说我知道所有自然资源啊。我去，好专业的解释啊，这贾斯。文森特呢？让我讲话啊！乡村生活全部就是从大自然获得啊，这个选这个。水域生长新鲜海鲜，充满珍贵矿物。矿物还是海鲜呢？海鲜吧。
请问你好说，然后文森特和说他和，哎，没有吗？作者去掉那段了吗？因为原版我记得文森特说，潘妮和山姆，爬过树啊一起。当然了，好了，这个事件结束啊。看来作者也很喜欢潘妮啊，那把他和山姆的一段剧情去掉了。我现在应该是还不能买那个山羊啊，看看吧。我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啊？哎，不能，果然不能啊！豪华鸡舍，好吧，走人。把这几样东西出货吧。冬天就快到了，呀，搞出个煤球！哟，今天鸡下没下蛋啊？应该下了吧？我放里放着吧啊。两个煤球，不错啊。3:40。哦，对了，想起一件事没做啊，看看来不来得及了。拿个太阳精华啊，要去做赌场的那个任务。老司机还在不在啊？拉我去沙漠啊！在。500块钱啊，这样咱们要去捡点东西啊，才能把这个本拿回来啊。哎，地上有椰子，太好了啊，太好了。先做任务啊，先做任务。检查房子旁边的木材堆啊，好，这样咱们做完了啊。这样咱们这个任务做完啊，可以进赌场了。赌场呢，关于赌博的东西啊，大叔不是很感兴趣啊。不过不耽误咱们去看一看。哎呀，又来本书，怎么总能抛出书啊？我想要古董啊。两个椰子，仙人掌有没有啊？仙人掌，看看他卖什么啊。啊，赌场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啊，咱们回家捡到那什么就可以去了。万象晶石1000一个，来一个，哇，可以随便买啊。好吧，只买了一个啊，有点小贵。你看又是书，这个这么缺乏知识吗？行了，走人。无限卖万象晶石，哎，不错。不知道这东西能出货多少钱啊？好吧，放起来。嗯，下午6点了，可以睡觉了啊，睡觉。以后觉就睡的
什么事件？哦，来祝福我的作物啊。就让那个萝卜长得快一点。25号了。那好吧，时间差不多啊，今天就先给大家更新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